各位，我现在又回到了马道，现在两分已经到手了。按照这个趋势，今天拿到三分提前出道根本就不是问题，因为我在后台已经看到了有工作人员在准备庆祝的道具了。再看这边，罗志祥教头正在给有几位优我少女做着最后的排练，我想他们肯定是最后一轮派出的秘密武器。看来罗教头对于这最后一分啊是势在必得。不管你的发是什么，玩就玩就好了。已经到了赛点了，压力更大，面对的时间到了，最后一站，来，三个一起 go go go， 大长腿，下。香槟、鲜花都给我们准备好了，这已经嗅到了那种胜利的果实的感觉，就马上嘣，走吧！一定要拿到那一分，然后让大家喝到那一瓶香槟。京东天圣是优我，六国讨教战已经到了最后冲刺的阶段了，最后一轮至关重要，是提前出道还是苦战美国女团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接下来有请罗教头和优我少女回到舞台。罗教头，优我少女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左手边的这个红色的盒子，京东盒子，这里面是13份出道合约。哇！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好了，你们只要集齐10分，你们就可以顺利出道，拿到合约。得不到这一分呢，你们就会逼到悬崖，因为下一轮是美国之战，所以希望你们在本场拿满3分，顺利出道，加油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印度女团登场。对象是中间的两位姐妹花给我们带来歌曲，对吗？ We are sisters, and we mostly present stuff which is Indian classical music. But today we've chosen Bollywood, as I think everyone loves Bollywood music here. So there are 2 folk songs which have been adapted into Indian films, which we are going to present. 很期待，第三轮讨教开始，点赞通道。开启，I'm gonna make you mine.
满满的表演，真的，诚意满满的表演。我觉得就是他们俩刚一上来的时候，我跟那个嘉一直在聊，我以为他们一上来是那种，就是那种慢歌，然后 sexy， 就那种，对，可能很清淡的。但是他们表演完了之后，我觉得真的是两个字形容他们，京东，歌声很惊艳，东想西想也没想到中文这么好。 哎，刘维啊，话说到这儿了，就是他们如果在美国内战里面拿到一分、拿到两分，还有一个天王级的人给你们作曲作词，那作为我们顾问来说，如果你都做了这么多期了，也不能白做呀，你给他们孩子们《幼儿少女》有什么？还得出钱呢？不是，你说你做了这么长时间了。 你的意思就是等他们要是拿到更高的分，我能出点什么贡献是吧？是的。哎呀妈呀！想一个实际一点的啊，幼儿少女们啊，我呢？我呢？哦，可以跟大家互扫二维码。先别高兴啊，点赞通道先关闭，把本职工作吧。 好了好了，来看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少点赞数。OK， 看到他们的点赞数不是很高的时候，其实内心是有一丝窃喜的。咦，好像今天出道很有希望。 这三分肯定是拿定了，我已经做好出道的准备了。第三分我们有信心。幼儿少女们的心目标来了啊，应该89%的点赞。看到这个点赞数，不知道罗教头有什么想法？首先看到他们两个表演的感觉，他们眼神很会勾人呢，很迷人，然后也让我们的学生们上了一堂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派出的就是。 大长腿组合，请站起来。希望可以好好的交流一下，可以顺利的拿到10分，229分。对于你们以往的表演来说，得到这个分数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，给自己一点信心，加个油。废话少说，再拿一分。